你可不能说去啊，千万别跟其他人说。对，你是几啊？我二啊。上啊！我没锅，没锅你抱着，没锅你抱着。是三吧？哎，行了行，来留个纪念啊。猜什么呀？三。你不二吗，兄弟？行了，那就行了，那就平了，那就平了呗。来一次，给他降住。再来呀！哎，我先敲的你。你敲的什么呀？你拿着四，我看了，那就平了呗。再来呀！哎，你先敲的我掉了，太行了，太行了，我把四给你，给我，我敲了一了。我跟你拼了！老天，这儿有一个快点，捡收起来。我先走了，他们太吓人了。加油！你一个三十来岁的师哥，你还跑得过我？哎呦，咋了，膝盖？走。哎，要不我跟你找师傅请假歇一天。你帮我找师傅请假，要几根棍儿好不好啊？你给我，你跟师傅要几根，就可怜可怜我这老人家。不是，我就想要二，你别的。哎，你跑什么呀？我能不跑吗？你等会儿，别动，你先抱着他。你跑，你们还得两个人来。哎，肇事者呢？肇事者给人扔着就不管了。奶还给人喝没了，太惨了。你是几啊？咱愣问就没包袱了。这你不能，我愣告诉你。你要干啥呀？我累，我没事我就活动活动。哎，我碰他了吧？你又要干啥呀？你的腿没事了？有事了，来，咱俩该比了。我碰上你了，那你们俩比吧，你们必须得比。对，他比的时候你看好的是几？咱俩必须得比了。咱俩比去。来吧，老兄弟。四啊。什么玩意儿？兄弟，你那二呢？我没有二。你开始拿的不是二吗？最开始我拿的是二。对啊，后来变成三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变成三了呢？跟他们敲来着。二怎么会敲来三呢？不是，我拿的四敲的三。你不是二吗？什么？我拿的二，我拿的四敲的三，我拿的三了，二，然后让人敲走了。让谁敲走的？你那二输给谁了？不告诉你。叫你回来就想告诉你，金手指这回就指的是你。谢谢师傅啊，点拨他一下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这块料。刚才岳云鹏拿那金手指，你看见了吗？看着了，上面是几啊？二啊，我都替你想到了，孩子。哎，给你的，来吧，拿着你这个，你就可以去找岳云鹏了。金手指拿回来，这就归你了。你可不能说去啊！对，这是你人生中成功的第一步。跑不出那几个人去，走吧。岳哥怎么没棍儿了呀？我的棍儿被他抢走了。上来就抢走了啊！哎呦，来短信了。补给站已开启。大爷，哎，爷们儿，你这怎么就把自己这个金手指耍丢了？
我一去，他们就拿，已经开始攥了一把了，一捆儿，啊，都有管你的，对，特别随，补呗，我补个四吧，四四。哎，你找你师傅去啊！你这没有了？我先看看他补上没补上来呀、啊？哦哦，补呗。四四，你想补什么就补什么。这不是取款机，知道吗？不是啊，不是，得过关，咱俩得划拳。啊，规矩知道了吗？我还玩游戏啊。我这手指不用吗？不玩了吧。什么叫金手指？哎，哎，什么呀？脚势。好，脚势，啊，我们就用脚势玩啊。来，您怎么这么大岁数玩这么幼稚的游戏呀、啊？过关啊，你补给不补给啊？我补给，我空了，我没有了。是啊，你这站，我先跟老秦。师傅来电话了。你看，师傅让你去呢。找师傅去了。咱没棍儿就在一块儿吧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呵，说来就来，全耽误道上了。嗨，哟，你带着凯旋来的？不是，是他带着我来的。还是他聪明？对对对，太好了，手里那个金手指都哪里去了呀？秘密无了，哪里去了呀？嘘，哦，又来了。小饼，嘿，是吧？你不是刚才走了吗？你又回来了？我这不守株待兔吗？咱到时候咱就一比就省着跑了，是不是？是吧？行，咱这还有点小棍棍，啊，那来双手式的，双手就行。阿鸾来脚式的，我行，这特别简单，站起来，来，少爷。哎呀呵，其实谁都玩过。好好好，好，石头剪子布。哎，我这是剪子，你那是布。哎，输了。来啊，你一拳，你出一个，你一拳，你一拳。好，我一拳，我一拳，大家一起收一拳。哎，你就赢了。这是算了吧？这不算，这是实验。这是实验，明白了吗？我赢一回不容易。来，开始啊！你一拳呢，我一拳，大家收一拳。又坏了。你没送好，你一拳呢，我一拳呢，大家一起，我救不了你了，完了完了，你输了，秦霄贤输了吧？是不是？不不，秦霄贤赢了，秦霄贤得赢，行，再来一遍啊！你一拳，哎呀，赢了，好了好了，认输吧，认输。来拿一个吧，拿一个，拿一个。好了，成功了吗？成功了。咱们这个没钱没。